刘芳村讲师 underscore 楞严经 underscore 第36片 underscore 台南同义工 underscore 101年9月8日。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档，文字仅供参考，若有错误，要以刘讲师讲课原因为主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好。后学沾道天恩师德老前人，前人大德，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。我们讲到第88页，上个礼拜很厉害，只有讲一行，且后面四个字还没说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把六根的由来，怎么来的，详细说，因为后学经典看得多。